家，我们来欢迎台湾前著名歌手黄安先生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介绍一位，我先当主持人啊。这个主题曲叫做《千年等一回》，可是这部连续剧十年来呢，播出不知道有多少回。现在为我们演唱这首主题曲的，就是新白娘子的许仙跟白娘子，欢迎赵雅芝乐童。很多频道里面都看到的新白娘子的重新播出，我想大家最希望听到的还是你们现身说法来唱这首歌，好不好？大家想不想听我们？掌声热烈一点。水